政府发言人古拉斯被周刊踢爆，跟人夫随护发生了外遇关系。尽管古拉斯强调并不清楚对方的婚姻状况，但是随护的妻子却在脸书上发文控诉古拉斯对老公下指导棋，要他处理掉婚姻，还点名要请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赖清德帮他主持公道，批评女方说不知道他的婚姻状况，以及没有亲密行为是在公开的说谎，还要民进党还他老公跟一个幸福的家庭。